我接下来要介绍我的你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他今天很不巧的，刚好他在七夕情人节，试出了他，你看他现在旁边在坐立难安，一直动，有没有？一直动。怎么会？怎么会很不巧？让你紧张久一点。很刚好，他在七夕情人节推出了他的首，我不知道首张单曲，他的首张单曲，今天数位上架了。对，已经上架了，而且我今天一早起床就已经听过了。是，现在就请他本人演唱这一首热腾腾的最新单曲《玉之梦》给大家听。欢迎掌声鼓励嘛，这时候掌声。哎、欸，我出场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这样叫大声。吹过午后，散着光晕的脸，我走在路边，期待着谁出现。雪散落一地，没有姓名的秘密，我说该怎么说，太多疑问的现在，气象预报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将来，模糊之间用什么心情抹去快下雨的表情。如果我能预知未来是张温柔的毛毯，现在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过去的手轻轻捧着望远的万花筒，盼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散落一地，竟然有许多秘密，我说都不用说。如果我能预知未来是张温柔的毛毯，现在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举的手轻轻捧着望远的万花筒，盼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几分想念给昨天，写张感谢给明天，只有拆时间吃饭，而我还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纠缠。风吹过午后，不再平淡的脸，我走在路边，看着他们出现，都散落一地，竟然有许的秘密，我说都不用说。谢谢大家，谢谢。
好听哦。好，因为今天的这个，我只能说现场二十位小姐姐妹妹们都非常的幸运，可以来到现场哦。那很多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呢，还好我们网络无国界，所以呢，我们制作单位啊，也帮你们啊，就是整理了一些海外其他。哇，有澳洲的，有马来西亚的，有香港的，也有月球啊，不，他说他是月球上的脚印，不是来自月球。Anyway， 你们有很多地方的，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啦，哦，那我们就准备来发问咯。好，第一题哦，真的是来自于澳洲哦，澳洲的客人叫做什么？澳洲的客人啊，喂，澳洲的朋友啊。好，他叫 Rita 说，如果能变成对方一天，想要做什么呢？我如果变成宋伟恩一天的话，我应该会去打篮球。我怎么知道？哇，差点到你要讲这个，欸。对，因为就是不够高啊。那如果是有这么样的身高，绝对要拿去打球，啊。还好吧？你有没有看《灌篮高手》？嗯，没有很有印象。啊，真的，哦，OK fine， 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他也没有很高，但是篮球还是打很好这样。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不好意思，我插个嘴哦，嗯，我想看演唱会，因为够高，哦，就不会被挡住，演唱会不会被挡，会被骂，会被骂，但是电影院会被讨厌，都会看舞台剧，看演唱会，嗯，演唱会我是没有经历过了，因为我真的看比较少演唱会，嗯，但是我真的曾经看舞台剧。因为你太高，后面的人就觉得差点，我差点跟人家吵架，啊，因为我挡到别人。这太高了，也真的是天塌下来。跟别人吵架，我就觉得你是因为喜欢跟人家吵架。那明明就自己爱吵架，好不好？好，所以小智希望，如果你们交换身份，你想要打篮球？嗯嗯嗯，我应该会想要唱一整天的 KTV。哦，可是你知道现在唱 KTV 要戴口罩吗？我知道，我知道。那如果戴口罩唱一天，你可以吗？不知道。那还是先不要好了，好像有点闷，再晚一点再换。对对对 对。好了，开玩笑，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防疫还是要做。虽然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嗯，大家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啊，没有拍到他们，可是他们都有戴口罩哦，给他们这个掌声，真的，大家虽然很开心，防疫都有做好哦。好，所以呢，一个想打篮球，一个想要唱歌。嗯，那歌声很好，歌声很好听啊。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刚刚只是这样子稍微一下，我就觉得，欸，不是正式来吗？而且可以这样子唱现场的人真的不多哎，欸。今天应该对，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对着粉丝唱，所以我刚真的紧张到不行。哇！原来今天是第一次对粉丝这样现场唱，而且我们虽然说现场我们人这样没有很多，可是我们在收看。直播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还有其他地方的粉丝朋友们想知道，嗯，想发问哦，来知道我们这个韦恩两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好的，月球上的脚印啊，这个就来自于台湾啦。好，他说，身为一位演员呢，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去解决呢？身为一位演员遇到应该最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因为角色它毕竟它可能有一部分是跟你是贴合的，可是它并不是完全是贴合，所以要怎么样进入那个角色，是我最一开始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就是多认识那个角色，然后可能跟导演沟通，然后会再去认识他更多，去知道他的不同的设定，或者家庭背景啊，或者成长经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要用一个。更有同理心的方式去设想说这个人他会怎么样行作出来，这个是我后来想到比较接近完整的解决方法。那你可以举例分享一个角色他做什么的，然后你怎么去认识他，你怎么去融入他？比如说去到他的生活环境，嗯，因为可能戏一定会设定他的家，比如说你现在讲的这个角色他是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想到的就是之前拍，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那一天，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有去他住的地方，然后去看他的环境，然后去设想说他在学校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的解决方式是这样，那或者是去看看他爸妈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去想象他背后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对，那你觉得唱歌比较难还是演戏比较难？两个我都还在学，
可是我们看起来感觉好像唱歌对他来讲比较简单，对不对？没、嗯、有、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哦，都不简单。当他们进很多歌手进录音室，一首歌可能一天都还是不满意录不好的哦、嗯，哦，这都很难。嗯，好，那这个韦恩呢？你演戏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怎么解决呢？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眼睛干吧。哎、欸，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要买我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他没有。是你专业美若康，再拿出来。说真的啦，因为真的有时候那拍戏时间真的太长了，所以眼睛干的时候，导演又要你有神，那你就必须挑一个真的很厉害的影星。拍戏的时候，哎、欸，我的麦，就是。因为要吃比较多的光，就是现场会打比较多的灯，其实眼睛会容易干，眼睛会更容易干，嗯、所以就是要选真的是适合自己的，然后要透氧一点的，然后带久一点的，对不对？好了，我说真的啦，嗯、是眼神啦，我觉得眼神一直是我一直想要追求在戏剧表演上面的一个目标。嗯，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留一双眼睛。来演戏的话，怎么样演的让人家知道你在想说什么故事，这其实很重要。其实很多戏剧的经典画面都是在于那个眼神，那个回眸。哦，那但是我觉得有美若康这样的镜片，也许你可以配合不同的光影、不同的角色，然后换不同的瞳孔那个眼球的颜色，其实也是有帮你做加分。对，因为我这样看你的这个眼睛，就是觉得，你的眼睛那个线条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包括就是你讲的眼睛里面有星星，这真的不是话术哎，因为你知道眼神那种发亮，就觉得说它是个有灵魂的眼睛。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眼睛是眼睛，但是没有灵魂？其实说真的有，这样讲好不好？有，好回答你，不要再，我怕我失言。哦、你怕又变成吵架了，对，眼神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就直接下一题好啦。好，昨天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哦。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叫多拉。好，因为是情人节，想问问恩智，如果跟另一半吵架，谁会先求和呢？所以恩智，你有另一半了吗？没有。好，如果义父，如果。哦、OK， 我以为你要说好下一题。不行，我们要问如果。如果以后你有另一半，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会先求，你会希望对方先求和，还是你愿意你先求和？我觉得，感觉他会先说求和的人。对，我如果跟别人，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如果是跟别人吵架的话，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觉得说我就是绝对是对的，或者是我就觉得我要无条件的道歉，就是要看那件事情是怎么样，然后去沟通，然后可能我会先示弱吧，但是不会先道歉，就是还是要沟通这样。是很聪明哎，我觉得你人缘应该很好，就是很好相处，然后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哦，不管是感情或朋友，都难免可能会吵架嘛，对不对？好的，那韦恩呢？韦恩感觉是吵架王啊。这个称号不好听，不要了。我绝对不会示弱的、啊。哎、欸，才刚说不要、欸、不要这个称号。可是我是说真的啦，我真的不会是吵架的话。不要说另一半了，跟朋友也是，跟家人也是，跟长辈也是。我可以跟我妈冷战一个月不讲话。国中的时候，你知道到最后为什么讲话吗？因为没有零用钱。好真实。我是这种很拗的脾气。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妈。我觉得合理的去包拥抱自己的某些特质，做自己。演员最大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自己的困难。那如果演戏演到一个角色，就是说你要去示弱，然后一直跟对方狂道歉，而且对方还不理你，有万一演到这样的角色，你要怎么克服呢？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啊，怎么办？可以啦，做得到，因为来龙去脉理解了，逻辑理解了，然后动机理解了，其实都是做得出来的。因为表演其实是一套非常有系统的理论，对，所以其实不太担心做不出来。真的是很认真、很用心的演员啊！还有我们来自于中国的粉丝朋友白兔糖，你们和对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呢？除了仙台看星星之外 ，White Rabbit Sugar 啊？什么啊？对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和仙台？
因为情人节嘛，所以会问一些比较跟浪漫有关的问题。浪漫。哦，我觉得近期上次排，就是我差点迟到，然后你帮我买的。哦，就是他有帮我买早餐，我那次哇超感动，因为这也是一种浪漫。那一天下大雨，然后我真的压线，我再差1分钟我就迟到了，根本没有时间买咖啡、买早餐，他通通买好。哦，我就哇塞，真的这个真的很贴心，而且你知道吗？他买的都是就是 share 的那种，比如说一包哦，糖对对心对，蛋有2颗，他说哎你一颗我一颗这样，然后饭团就是一人一颗这样，咖啡一人一杯这样，那次真的是蛮感动的。如果知道了你们真实的这一面，真的会忍不住更喜欢他们，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哦，香港的朋友 Gigi 仔，哦，你们的手机上面都怎么称呼对方呢？就是宋伟恩，没有爱呢，还怎没有么爱样啦？哦，经典台怎词。么样啊，啦？他们又不是 lover。尊重好不好？好，那伟恩呢？你，我真的好像很容易跟别人吵对架。好，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黑就写了呀，上面是写什么？英文吧？英文，我不知道你写什么。英文，英文。那你等下再给我看一下。英文是什么？要讲出来哦。啊，对啊。要就英文啊，那个啊，HU。就是俊智的英文啊。哦，OK，好，就是俊智。很没有爆点。好没有对爆啊，点你为什么不知道讲什么？哈？比如你说要看我手机吗？还有很多爆点好啦，可以因为出我们卖你哦。天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应该是你哦，没应该是有没有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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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请梅若康再办下一场的见面会，下次就是把他们那个手机爆料了，好不好？不行啦，不行啦。好啦，今天因为时间，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制的关系哦，真的很想再跟大家多聊。不过呢，大家今天也看到这个互动这么的可爱，一定更喜欢他们了吧？好的，现在直播快结束了哦，那这个韦恩跟俊智要不要对镜头呢？对大家说说一些你们的内心话，你们的感谢，或者是一些情人节浪漫的话，可以跟粉丝朋友们说呢。我觉得在跟大家说感谢的话之前，真的还是要很谢谢美若康邀请我们两个人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台直湾的播，大河。我的大的观察事情。好，然后也很谢谢真的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一起购买了美若康，然后一起参加了活动，真的谢谢你们。怎我么觉得我讲？们要特别提一下那个，就是可能刚刚有人临时进来的，就是还有晒单的活动哦，跟好。藏头诗的活动。就是现在只要有购买美若康的，我们就可以把购买的证明跟美若康的小编联系，然后就可以抽我们的签名镜子、袋子还有签名照。然后美若康还有办了一个藏头诗的活动，就是用美若康来做藏头诗，然后也是一样可以抽奖。但是还是要还是我的一贯风格啦，所以我还是想要跟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讲，一定要量力而为，然后要注意到自己眼睛的状况，如果眼睛有不舒服的话，请暂停先使用隐形眼镜，等你眼睛状况 OK 之后，赶快再多买一点美若康回来继续用，补回来是不是？因为美若康不会打花，对不对？那不会不见美若康是真的是非常好的隐形眼镜，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吗？而且我们有一元世代的活动嘛，哦，而且只要到我们的官网啊来去做登记，很快就可以感受到1块钱，然后呢戴了之后你就适合自己，你就可以放心的购买。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还是要先去找眼科医生啦，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验光单位，了解了自己的眼再来买。而没且他错，们没这个度错。数0度到1200度都有哦，然后每一度这样子去找到适合自己，比如可能450啊、250啊那些很精细的。1200度哦，对，哇，那哇塞，这样算范围很专很宽，业、很细心对啊，耶。不然有一些品牌他们有做到那么高的度数，对不对？对。好，那这样一看就知道呢，其实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他的需求的确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更要那个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分享好的美若康，让更多需要的朋友们知道。好的，那最后啊，那我要准备入镜喽。好，那最后我们也请差不多进，快要跟大家，哎呀，我们最后也差不多呢，要来跟大家说说再见。这样，那今天一直在希望多多一些镜头给。
两位小哥哥。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今天的情人节夜晚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知道有美若康这么好的隐形眼镜。那目前呢，这个台湾的这个任心券，大家也可以拿出来买一波，尤其现在啊，买五盒还有送一盒哦。哦，买五送一的活动，买五盒送一盒，而且呢，它现在还有一个赠品活动，就是你买1900块钱，就相当于买到了3120块钱的价值哦。很划算呢、欸，对，因为里面还有送面膜啊，跟叶黄素这些的，所以等于 我之前真的都是直接买五送一，可是这次还有再加面膜，没有，那时候没有被送面膜，因为你们的关系、啊，干嘛一脸委屈啊？我那时候真的那一次都买6盒起啊，好吧，你那时候你拍那个，知道。哇，这夏实是很真实的告诉大家，他们一直都有在买，所以这一次呢，趁我们这个情人节的见面会还有见面的活动，大家可以把握现在这个好康的活动咯。好的，那么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 IG 玩藏头诗呢，找出最创意的句子，就可以得到这个韦恩还有俊智签名的小镜子跟提袋。你是不是没时间了？啊，你的藏头诗。藏头诗，对的，藏头诗是什么？你要秀吗？还是不要？哦、还是都可以啊。Okay. 我也有准备，我可以示范一个。好，就是美美的眼睛，若是被球打到，康乐股长会带你去保健室，可以吗？怎么可以？昨天传给我就说你这个绝对不行。你们觉得康乐股长跟保健室有什么关系？但真的要说藏头诗真的有点难啦，就是有参加的粉丝朋友们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已经很有才华了，好不好？好的，那最近啊还会有什么样的近期的行程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分享呢？你先。近期就是我们还在排练欢迎光临主厨之家，然后近期的话也是希望啊，对，还有预知梦，哎，怎么刚唱完就忘记了？哎、欸，你今天才顺位发现。对啊，你们看我都多紧张。直播公开。哦，对啊，对，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对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公开。好，今天预知梦已经上线了，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我的话呢，就是目前沙姆雷特的首演已经告一个段落，但接下来下半年，各个月。蛮多时间都会在全台巡回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也是同步一起排练了《欢迎光临主厨家》，然后可以讲吗？我也先不要讲好了，好，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欢迎光临主厨之家》。虽然现在票已经卖完了，但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呢？我们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讲哦。好，你都讲了，我都讲哟，哎呦。哦，好，对啊，反正就是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对不起，然后《熟女养成记》第二季也正在筹划中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期待。对，然后这次嘉敏的戏份，哇哦，哇哦，哇哦，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了。那你我可以去探班吗？是讲好一定会来的啊！想再确认一次，现在有那个摄影机吗？而且，对哦，要存证，作证。好，那你没有来你就完蛋了。我一定会去，我一定会去。我超会情绪勒索了。第二季真的要很感谢艺文老师是让我们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为什么我说我们呢？这个就请大家继续锁定这样。大概是这样，接下半年的。现在没有人要接话的意思吗？那我要继续讲咯。谢谢，真的还是要特别感谢你这个大的借我好不好？我觉得那真的要很谢谢美若康，真的谢谢你。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突然？谢谢美若康。干嘛？好，谢谢。对啊，我觉得不是啊，不止我们要谢，你们应该也很谢吧。对不对？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们在网络上面现实动态 tag 我们，然后就会说真的非常谢谢美若康，因为如果没有美若康的话，我们好像就比较少有除了演出之外，比较少有这种活动可以跟大家见面。对啊，这次也是因为美若康，然后有了这一次的活动，其实也很开心，然后也是又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最重要就是也不是最重要，就是今天的那个新歌，就是第一次唱。
啊，我已经紧张到有点语无伦次了。对，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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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再分享一下你们今天对于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见面会，当然以后还会有更多其他的粉丝朋友们，比如说还有机会未来可以跟内地的啦，还有一些国外的粉丝朋友们见面，可以吗？一定有机会啊！那你们的大大们先许愿是不是？先许愿，先许愿，欢迎大家来许愿哦。可以吗？哎呦，哎呦，海外的朋友们，哎，许愿许起来。姐姐说可以喽。那你们今天这样子见面会的感觉是什么？像小智刚开始很紧张，他第一次唱歌给见面的粉丝听就是今天呢。对，就是今天。掌声。第一次唱自己的歌啊，自己的歌。对啊。那还是下一次美若康的直播就换我唱《玉之梦》。哦，你这个时候乱开支票，又开始乱开支票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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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先把沙姆雷特跟那个主厨之家演好，拜托。哎，那不然这样的，你唱《玉之梦》，然后他演沙姆雷特嘛？哇，这样可以吗？我可以吗？你演这样可以吗？我可以吗？你可以啊，你是另外一个感觉。我可以唱另外一首歌啦。好，要不要现场来？我还没说另外一首歌吗？现场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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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有准备。自己 Q 自己还不唱。我怕唱错哎、欸。清风细雨，热闹接近。我不要，那是我那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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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刚刚那两句可以，对不对？后面都在飘了，哪里可以？凯安姐都。因为我人美心也美啊，是不是？因为你是带新样走。对，因为我带。美若康，所以我就跟着美了，心也跟着美，然后一定要这样子。好啦，谢谢大家。那大家对于今天这样的见面有没有很开心呢？哇，我们这样直播满满的一小时，播好播满，好快哦。对呀、啊，你看一小时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你看我们有韦恩这样子这么能聊的，然后就这么的真心的朋友，对，就觉得说虽然说是粉丝，这个感觉就像是他的朋友一样啊、好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想要找让自己的眼睛更漂亮然后戴起来舒服的这个眼镜品牌，要挑哪一家呢？美若康。好的，那么在这个小班长像小班长。好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啊，那也很开心跟两位来，谢谢凯安姐，聊一聊。謝謝，好了，有机会希望可以哦，可以用啊，没事没事，有礼貌的小孩。那还有小智，希望有机会呢，謝謝，也可以邀请到他们哦，到我的电台节目来。好，那你的这个专辑以后，然后慢慢的让它更完整，然后还要报名一些音乐奖项，然后邀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好，那在最后呢，我们再请小智再唱一次他的新歌，现场演唱哦，《玉之梦》。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期待下次很快跟大家再见面喽，拜拜。好。有声音吗？有，要不要换一支？我要在旁边哦。风吹过午后，散着光晕的脸，我走在路边，期待着谁出现，血散落一地，没有姓名的秘密。我说该怎么说，太多疑问的现在，气象预报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将来，模糊之间用什么心情抹去快下雨的表情。如果我能预知未来是张温柔的毛毯，现在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过去的手轻轻捧着望远的万花筒，盼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风吹过后，
不再平坦的脸，我走在路边，看着他们出现，都散落一地，竟然有许多秘密。我说都不用说，如果我能预知未来是张温柔的毛毯，现在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过去的手轻轻捧着望远的万花筒，盼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几分想念给昨天，写张感谢给明天，梦是邮差，时间是帆，而我还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纠缠。风吹过午后，不再平坦的脸，我走在路边，看着他们出现，都散落一地，竟然有许的秘密，说都不用说。好，谢谢大家。好，我唱完了。好，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不管是到现场来的粉丝朋友们，或是在线上支持我们的。然后在今天这个晚上跟大家说七夕情人节快乐，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买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今天晚上是过得开心的。好，暴打气，好，谢谢大家，苦啦，辛苦啦，出单曲是一件很漫长的挑战，好，舞台剧也是，再次宣传，对，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晚安，情人节快乐哦，情人节快乐。